咁我啲朋友都愿意行过嚟讲两句咯，好唔好啊？就系咁样，系啊 ，Mina 先系隔机啊嘛，有人申请做鱼蛋粉咁样啦，想睇3000次 self， 3000次 self 我教咯，有机会啊，但系我少用，因为我觉得呢部机有啲普通，真系有啲普通，咁 啊可以，金迷隐形隔一唔甩落啊！以我所知是不甩的，啊唔甩 lock 嘅。以我所知，但系佢系啦，佢但系佢左右揈都系有机会可以枪打唔中，但系就唔甩 lock。枪打唔中，但系都系唔甩 lock 嘅。自由点玩？点解每个零两个钟就会见一次自由点玩呢个问题？大概个零两个钟前鱼蛋有玩过，你可以望一望好嘛 ，Penny？ 冇咩？一个零钟前咯。我所有街机玩巴力弹打亲 MA 一对多都好惨，你意思系打电脑？如果唔系点会打 MA 咧 ？S 改落地后格定除披风比较好？落地后格会好过除披风，因为除披风你始终除咗份披风，你咪冇躲唔到枪，本来唔中嘅嘢都变中，咁唔系太好。神高啊，啊 OK 啊，一间叫佢试神高啊，神高佢又识用啊 ，Siling 啊，神高啊，嗰啲啲黐把筋脑用、黐线脑用嘅机啊，全部都用，咁啊，应该唔止70%系攻击噶嘛，大概系咁咯。即系中意格嘅人就玩金迷2000，你又好难话咁样讲嘅，你就算中意格，你都要大概有个概念先啦，对只游戏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咩都唔知道，你话你中意格就冲过去格嘅话，你连普通体调都冇做得好，而家爆尸你乜都做唔到啊！根本你冲过去都系冇用嘅，你明唔明白？即系当我呢啲防守咁好啊，打到你瞓喺度，中啦呀！我都知中眼啦，唔使睇都知道。申请做埋 B 粉系咪即系 Bobby 粉？咁啊可以，咁啊大家。不同的打法有不同的出入啦，咁啊揾自己中意的打法啦，吓、啊，即系当你睇完我啲片嘅，又或者乜嘢都好，当你玩到有某段时间，你就可以自己玩自己中意嘅嘢噶啦，好唔好？红龙 A 基本上咧就系、是、靠头先我话冲啦，前冲再加一个前格入人哋，咁我下速度系几快嘅，咁啊呢个系阿 Mr. B 讲嘅。哦，啊系啦，跟住一吉完之后咧，就即刻揿呢个特格，啊特格咧就系、是、一下不起人嗰下嚟嘅，我有机会一阵间阿 Bobby 哥又再试一试，咁咧不完嗰下嘢之后咧，就会得到一个时限嘅强化啦，即系所谓嘅加速啦，系咪？如果我冇记错，加速嘅啫系嘛，系啦，加速少少啦，咁加速紧嗰阵时咧，佢部机咧后边两把刀仔咁嘅嘢咧会发光嘅，咁啊代表加速。咁啊，由100开始计喺嘅右下角嗰度，中咗先讲啦。不过冲啊，呢下会冲啊，系啦。咁啊，冲但系唔系冲，唔系打紧我头先，你头先讲嗰套啊嘛。我知道要冲，但系你唔系打嗰套嘅。咁啊，呢下冲啊，稳位系靓嘅，搏错啊。咁啊，呀，哎哟，出唔到啊。咁大概就系呢一种冲法啦。总之红龙。即系一从我真系完全冇概念。如果我当一部普通枪机嚟玩，你哋一睇就知道我唔识玩啦。靓嘅呢下 Marco 好嘅，咁啊果然系其中一个大热门，咁啊不得了。新手练2500嗰只狗好唔好？唔好。嗰下要半职人机嚟噶，只狗系，即系你要好识到点样回复士咁先用得好嘅。亂咁撳嘅話，你做唔到你需要的效果。你次次開都有啲人炸孖單。SF 適唔適合新手用？唔太適合，唔太適合。船會唔係咁容易學，同埋佢太飄啦。咁啊，神高啊，神高會教埋下個下次。想好想學資達玩自爆，慢慢嚟啦。可唔可以教下神高點燒三下？唔可以。你應該要去，你去錯地方啦！教神高點揸啊，神高要燒三下。有啊，命運都算係格機算，
算格机，机武斗转系列用晒，佢好似唔系太识嗰下神龙，好似麻麻地。以我想象，啊，就系好似呢下睇唔到佢后边发紫光，呢下就可以攞嚟加速嘅。咁啊，可否入来玩冇位？咦，有位喎，竟然间火一个位。咁啊 ，Bista B 启发到你，冇位你 OK。Marco 系后备 list， 系啊 ，Marco 系后备 list，OK。咁啊，系啊，神高啊。咁啊，而家搜一搜神高，破好神高出嚟先，神高。咁啊，神高我真系唔识玩啊，你睇下佢哋点玩啊。嗱，我真系唔识玩，嗰种咁嘅冲法咧，真系你叫我冲，不如你杀咗我。你直接殺咗我啊！佢只 X 啊，几多星熟练？有冇可能教天狼型巴巴？我可以讲下嘅，但系我讲基本概念俾你听啦。啊，用得熟啊，我就唔算熟噶啦。玩过一阵啦，咁啊，睇下神高点样黐线咁冲埋去啦。喂，呢个试下神高一下咧，哇抵啊！试下神高一下，神高啊，系咁喺度放剑气嗰下，好鬼型。话俾你哋听点出啊？咁你睇下咧，神高咧就唔系净系挂住烧人嘅，睇唔睇到？真正嘅神高咧入嗰人嗰下咧，系会系呢个用剑气入嘅，即系好似呢下又用剑气入嘅，吓，就唔系下下行过去烧人。因为如果就咁行过去跑去烧咧，就未必咁容易烧得中。你好似而家咁，你睇唔睇到啊？佢咧，神高咧，成日都会冇气，即系咧简单啲嚟讲，唔系太计较自己嘅 boost 系点先好用，睇咩都好冲，睇咩真系好冲，搏血嘅真系搏血。咁啊，后格哇，竟然，咁呢个位置就应该唔会爆血嘅，但系佢系会照爆嘅，佢爆蓝血都冇乜所谓，但系又冇爆到蓝血，咁好啦，爆埋，哇，靓嘅。嗱，呢个就系所谓嘅真系识玩神高嘅人。你睇唔睇到？你就咁望落去咧，佢好似乱打紧咁样嘅。你就咁望落去咧，完全系乱打噶，但系佢又打得到嘅。咁我都系奉劝大家，当你哋未去到某啲水平，就唔好咁样玩。呢个真嘅，就唔系就唔系烧三下啦。咁大家唔知点，大家系咁记住烧三下。唉，我琴日讲嘅呢句，咁啊冇啦呢个。但系佢要再冲前啲，因为Exidia 就冇血啦。咁啊，呢下玩完啦。诶，仲有先爆，因为佢玩咗嘢，所以仲有先爆。如果就咁抛喺度就会输啊。Got two finger。好啦。系咩？系咩？咁厉害？今日个新手杯取消咗，原因系Sony 最大我极，播唔到分享画面又换，跟住播唔到一阵之后，连开房都开唔到。咁呢个就系所谓嘅神高，系啦，唔要命嘅。唔系，我觉得一般神高都系要咁样先打到。如果唔系你玩安全波嘅话咧，神高真系帮你唔到。咁啊，烧三下，咁啊，有冇 Babe 高手？有嘅，但系我唔知佢会唔会肯上嚟教你。咁啊 ，Mr 系啊 ，Mr 热血啦。咁你会见到打到好热血咁嘅样啦，系啦。但系唔会系新手可以咁样玩到啦，你明唔明白？新手咁玩就会变咗普通咁样跑嚟跑去，然之后就无啦啦行过去隔人。啊，但系睇咩都佢会走去枪，走去剑气入。喂，你收剑气，因为哎呀，冇机会收剑气。有时射极都唔中点算，开埋 S 角系咁射都唔中点算，爆个位再靓啲咯，入嗰个位再好少少咯，我好难话俾你听点算，你话俾我听点解你夹唔到先，即系点解射唔中人？咁啊，头先一路打路睇直播有啲 my fuck 系咩意思？唔好意思，唔知你讲乜？大白我系乜嘢意思？即系企我有机会咁啊，系啊。中埋真系，好少见俾人 cut 格咁啊！今日俾高特拉坦屈死，系咪即系窗后格？窗后格，唔系太知，因为我高特拉坦我已经唔记得咗系乜鬼嘢，系想睇热血肥肠咯，我估系，但我唔肯定。咁啊，想睇热血命运，
你用命运嘅咩？如果俾 Bobby 系啊，你俾 Bobby 用，即系你俾阿 Mr. B 用命运嘅话，佢真系行过乱咁劈佢。冇啊，但系佢话要乱咁劈嘅命运，佢热血命运啊！你热唔热血啊？有咁犀利嘅，屌你有咁犀利啊！靓嘅呢下开档系靓嘅，你个意识系 OK 嘅，你个意识系 OK 啊 ！I am Kira san， 但系喺佢面前都系冇乜用，因为佢已经睇住你开盾，同埋你就算开盾都系会中其他嘢。咁呢下想后格走都系靓嘅，但系佢封咗你条路，咁啊佢一啲都冇留过手，咁啊唔紧要啦，死咗。咁咧佢嗰种打法都几难留手嘅，真系唔好意思。咁啊再烧三下，咁啊热血啦，你睇到啦。咁但系大家都真系要记住呢种打法咧，就等你去到某个程度先练啦，就唔好开始咁样玩啊！真心唔好开始咁玩。我俾个另一种味道，系啦，唔系你队友就会系咁诅咒你，同埋咩啊？多亏你了定多亏你了啊？咁啊，系啦，咁啊到红咪改啦，好嘛？练熟咗旧高用边部类似2500-3000机可以推荐下，试下 Perfect Strike PC， 试下系啊，下坡玩两粒波啊，两粒波嘅话 OK， 我觉得你喺呢个场都有机会输，就喺两粒波度玩啦。下坡玩两粒波，下玩特工，你试下，你就睇下佢点样一路武器一路冲埋去隔人，一路武器一路冲埋去玩特能啦。我都系做唔到呢啲嘢。咁啊，系啊，红咪改，我一个我系做唔到，我唔知佢做乜。你真系有咁上下勇气先做到，真系勇气问题，个人觉得。嗱，睇下佢冇晒气，仲不断咁样喺度做紧其他嘢，睇唔睇到？即系咧，当自己左下角血量表系空气先可以做到嘅嘢，睇唔睇到？冇血，冇嘢都继续咁玩。咁啊，一般嚟讲咧就唔会咁做。咁啊，对面已经觉得好惨啦！嗱，中咗成条水喉都冇问题，继续冲，博血，冇所谓，继续冲，继续冲，继续冲。你爆气，我又爆气，玩完。咁呢个就系红迷啦。咁啊，又系冇留过手嘅。咁啊，唔好意思啦，对面。咁啊，呢位朋友唔系太识留手。咁啊，点留下手？你留到咩呢粒嘢？基本上是现在就是参加新手本人互相练习兼讲解一下我平时少讲解一下的机体，好不好？好冷癫是不是？好冷癫是不是？另一种风味呢，没有说啱定错的，赢到就啱咯，是不是？没有说啱定错的，但是这样博血呢就真的有点觉悟了，好不好？巴力有冇得咁玩？有，都可以咁玩法。但系巴力冇嗰下冲前，记得下 A C 啊。咁你自己谂下用啲咩方法开啊？台只台哟。咁但系如果真系对面真系好识玩咁样咧，即系例如打到老手级咁样啦，咁就冇咁容易俾你头先咁样系咁入即系冇 boost 系咁飞嚟飞去嘅，冇咁容易俾你飞到。因为始终你冇 boost， 其实你系 step 唔开任何嘢，所以当哇你呢下真系好，你特登啊放山啊，哦吓，咁你哋就可以，总之就望下巴力可唔可以咁打，总之都系唔系唔可以，但系冲前嘅机体会咁样玩就会比较，个人嚟讲比较劲咯，我反而觉得狼王系可以咁玩。狼王系可以嘅，个人真系唔得，我个人觉得狼王可以。喂，真系太快啦，好唔好啊？唔好意思，真系唔流力嘅呢条，打紧机嗰时黐孖筋咁样。咁啊，三秒一场，点样可以咁打？首先你真系要好识，要好熟练到好高对只对部机体好嘅格斗。系啦，要知道极限操作啊。即系要去最极限嗰个位置，几时系最极限出到最极限嗰个位置 step， 最极限嗰个位置抛剑，最极限嗰个位置还特格咁样咯。哦，你真系
系啊，你又要好清楚，当你冇晒条气嗰阵时，可以做到啲乜？啊，咁啊，呢种打法你中意咁啊好啦，你中意。咁啊，格进系咪都可以咁打？冇错，格进都系可以咁打。呢啲机就系要咁打先有味道咯。啊，咁啊，属于另一种人会用嘅机体啦。格进你得唔得？应该都得我哋格进，差唔多都系咁用法，争少少。咁啊，大家睇下波波球有几咁强劲啊！咁啊 ，Jack is potato。咁啊，你唔好问我点用啊，我唔识用，我都好难讲解佢喺度做紧啲乜。总之就打得中人，但系你记住佢就会补血啦。我真系唔知点讲，记住你换完装之后，你个 partner 会补血咧，你两粒波六粒绿色嗰粒波会补血啦。伊马达咁啊，咁呢下咧就呢部嘢系绝对做唔到头先前冲嗰啲效果啊！要30秒完场真系冇乜可能。啊、但系如果你换人嗰下做得好嘅话咧，就可以有机会一隻可以开到两条伊角咯。嗱、啊，好似而家咁样，三条血量。有少少废啊，其实啲下咁啊，咁啊，阿 Jack is potato 有少少乱咁冲，咁啊最好枪入，记住，好似而家咁，你好唔好彩啫呢下。咁啊，用波波球冚得赢巴力咧，大家就唔好学啦。咁啊，理论上嚟讲冇乜可能。咁啊，咩咧？波波球咪有？咪有一招還格係冚下冚下嘅，冚中咗巴力，咁啊都係拉打開心啲。咁啊，紅迷改定紅龍勁啲，就個人覺得紅迷改係勁少少，因為一擊脱離上紅迷改係好少少。啊，紅龍嘅話都要中，就算突入咗之後都仲要打多套，突入咗之後仲要打一陣先打到個傷害出嚟。咁啊 ，Can Mr. B pay 巴力 with that style？ 可以啊，可以啊，佢都用巴力嘅。咁啊，名人啱新手用吗？名人啱新手用，一分钟完场。格进系咪都系咁打答咗？Deal is paying time attack more。系啊，我朋友系咁样样嘅，不嬲都系咁打。咁啊，西同麦冲完全两部机嚟嘅，完全两部机嚟，收咗皮。嗱、那个波波球顶啲乜嘢？咁啊，冇办法噶啦，系咁样噶啦。咁西同麦冲上用法有咩唔同呢？完全两部机体嚟，你想讲系咩唔同？虽然都系万能机，但系我个人觉得就因为impulse 唔使时限装 ，impulse 一般嚟讲可以再打进取少少啦。个人觉得，咁、总之就系2000同2500嘅换装机啦。个人觉得。